所以呢，在这边可以看到哈、哦，关键字搜寻李敏镐的秘密，有没有什么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李敏镐？啊，不会，不会，他没有，会是不是？所以是要会磨牙吗？伊能卡更卡的人，偶尔，真的很老实哎，很可爱哦。好，所以先问一下这个李敏镐，刚刚这个在上台演出前呢、啊，在后台他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哦，后台的李敏镐是什么样的？哦，아까기다리면서계속노래듣고그리고그냥있었어요뭐딱히한거없어요就没什么听歌啊听歌然后就再这样子哦就听歌背台词这样子背台词哦제노래를듣고있었어요有听他的哦听他自己的歌哦 OK 근데아까가사를틀렸어요但是他刚才歌词唱错有人听出来吗有听出李敏镐刚刚唱错歌词的人请举手哎，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发现，太好了，OK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敏镐的秘密部分呢。第一题，请问李敏镐一提到台湾就会想到什么？一提到台湾，像阿关啊，就会想到是蚵仔韩吉，蚵仔韩吉就是那个吃的，对，芋头，对。那呢，李敏镐一提到台湾就会想到什么？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哦，好来，三二一，哎，凤梨酥，凤梨酥，你有吃过凤梨酥吗？네이번에대만왔을때제가원래알고있었는데대만왔을때도이걸받았고그리고인터뷰하면서도이걸받았고그래서아까딱대만했는데펑리스가대만이었어요其实他对凤梨酥已经知道台湾就是凤梨酥，但他这一次来的时候。粉丝有送他，然后我们去那个记者会的时候，访问的时候也收到这个礼物。是哦，那问一下李敏镐，他觉得凤梨酥吃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맛있어요好吃，好吃。근데개인적으로궁금한게그안에가원래는파인애플맛이잖아요파인애플말고다른맛도있는거예요感觉它好像里面是只有凤梨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味道？什么？冬瓜对冬瓜哦，以前的凤梨酥其实是冬瓜酥了，不过后来这个有加入货真价实的凤梨，所以就还是凤梨啦。哦，那问一下李敏镐，吃凤梨酥我们觉得那种酸酸甜甜有恋爱的滋味。맞아요그리고또이이름이행운을가져다준다는뜻이라고들었어요是的，然后他听到的是凤梨有那个旺，就是有。这个意思对，就 good lucky 啦，很好运啊，所以请他那个打箱整包凤梨酥带回韩国，好不好？就会红到2053年。啊，韩国가져갈거예요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带回去。OK， 带回去了哈。凤梨酥提到台湾，不是想到粉丝，是想到凤梨酥。OK， 没关系，台湾的美食能够让这个李敏镐印象深刻，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第二题喽。好，第二题，请问李敏镐睡觉时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个人希望是不穿的 ，naked， 是 naked 吗？哦，일단보여드릴게요。先给你看，先给我看。好，李敏镐睡觉会穿什么呢？都不穿，都不穿。没有穿，光溜溜 ，naked nude。哦，그때그때달라요。每次都不一样。哦，每次都不一样。진짜달라요위에만입고잘때도있고。是不是只穿上面？哦，그리고啊，下面没穿吗？네밑은안입고위에만입고只有上面。가지고밑에만입고위에는안입고잘때도있고有时候是只穿前面的上面没穿哦那我来问一下粉丝喜欢一还是喜欢二好不好问一下大家 number one or number two 一是上面有穿下面没穿那二是上面3번이있어요还有三다보고잘때도있어요全部
要穿可以吗？我原本那么衣服才没事。好，是的，那我去看一下。OK， 希望下次这个李敏镐专辑的这个番外篇，哦 ，bonus 的这个写真集，就有这个李敏镐睡觉时什么都没有穿，光溜溜的感觉。啊，请务必达成台湾粉丝的愿望。对，好，对，OK， 所以呢，睡觉时呢是这个不一定哦，就是看心情。